那我们继续说开业仪式嘛，然后我们舞狮之后，对，我们需要一个主持，需要一个 MC 啊，老秦 MC 有老秦，我们只要一个吗？还是一男一女？一男一女最好了，有馆长。那一景呢？一景就好 ，MC 一景。好，那他的专业了。啊，你也是专业的。对对对，他是从小就是主持人。出生就开始主持啊？他出生。就是小的时候主持一些节目，演你小时候啦，姐姐。啊、对对对，我忘了。对对对对，我有照片，有照片。Oh no！ 这么恐怖？有恐怖？不恐怖的，你很漂亮。真的吗？我现在也是很漂亮的。姐姐声音都抖了，真的吗？我看看。哇，老死了那个样子，比现在老啊，我觉得。我在演什么啊？誓言无声那个少奶奶。你看你演的是少奶奶。哇，我第一部的内地电视剧。你再叫，告诉我那名字叫什么？誓言无声。哦，誓言无声。我没有演过这部戏啊。不对，是致命遗产，我说另外啊，对对对，致命遗产，他是六三十年代的，哇，你就是致命女人，就是。